而家政府咧咁周圍搶人才嘅，咁我哋嘅公務員體制咧，其實嗰啲嗰啲架構啊，一直人手流失得好緊要，咁結果咧，而家政府咧，咁啊將個重點咧就轉移翻到國內嘅學生度，咁啊主動出擊咧就去國內一啲重點嘅大學咧招募一啲畢業嘅香港學生，咁啊翻嚟填補公務員嘅空缺啊，咁即係佢哋計劃咧就喺2023至2024年咧喺上海就整個考場。咁就做乜嘢咧？就係、甚至乎喺北京咧，就招聘公務員嘅即係搞呢啲招聘公務員嘅考試。咁事實上咧，即係即係呢啲嗱，即係過去三年咧，大約有200個持有內地大學嘅學士畢業證明嘅公務員職位申請人咧，就要做學歷評核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即香港的政府部門咧，就話要加強去向內地學生宣傳，即係呢個招聘政府的職位咧，我自己覺得都幾特別喎，幾創新。咁因為咧嚟緊咧，警務處啊都會響呢個廣東、福建、北京、武漢咧，就搞呢個招聘活動，咁啊即係。只要是有志投考警隊的咧，即或者是公務員體制的咧，都可以去參與呢個考試，係啦。咁博士你點睇啊？佢而家係話淨係香港學生係嘛？係啦，嗰啲港生咯，香港去嗰度讀書，都翻國內做讀書。嗱，即係有香港身份證嗰啲啦，哇，係啦。又唔好理啦，總之佢有香港身份證啦。佢咪有啲多餘咧？如果佢真係有志投考，佢翻落嚟考都一樣嘅。應該吹唔響只雞。冇得吹唔吹響只雞噶。個問題係咧，啲人一定如果佢要有心留喺香港度做嘢嘅，即係我識好多人翻國內讀書嘅。但係佢哋如果要考香港嘅工作，咁咪翻落嚟香港考咯。咁佢哋有香港身份證啊，隨時都可以考噶啦。即是他这个动作是多余的。即是他只是找个理由在那里开个 office， 然后要请一堆人在那里搞一堆东西，然后又要使那些钱。他不是要来招聘人才的。即是那班人是会如果真的有心回来的，我认识很多朋友或者指责，即是朋友的指责啊。咁佢哋就喺國內讀完書，佢要翻嚟揾工嘅，佢咪翻嚟香港揾工咯，唔關事噶，完全唔關事嘅喎。而家佢嗰呢單嘢，我真係唔明佢個 point 係咩，即係睇完之後，我完全唔知當新聞講咩。即係其實咪好似咧，唔知邊鬼個嗰個咩科技園嗰個唔知乜鬼人，走去接受一個唔知乜鬼訪問之後，就話搶人才啊，要搞埋啲住宿俾佢哋，我心諗。我都是香港人才啊，唔叫你搞啲住宿俾我嘅，顶我连买居屋都冇资格，咁点啊？即系根本佢都唔理我哋，然后佢就周围去搵嗰啲翻，搵啲人翻嚟，然后就要照顾晒嗰啲起居饮食。咁我就心谂，我真系心谂唔系啊，真系你又扫把紧我哋，然后你又搵啲人才翻嚟咁样，我觉得 OK 咯，你中意点就点咯。我个性格好随和，即系好似我细佬玩我咁，你中意点就点咯。我适应力好强嘅，你知道我香港人嚟噶嘛？嗯，系咪先？我几慢啫，我咪话诶，你想点就点咯。你话俾我知你想点就得噶啦，我适应你啫嘛，我唔紧要噶，真系咁啫嘛。我心谂吓，仲要搵埋地方俾佢哋住啊？佢哋自己唔识，佢哋冇脑噶。他們來到不懂得找地方住的，我們何時去到別處做事都是自己找地方住的，我們去到別處讀書都是自己找地方住的，要照顧他們起居飲食的，你需要買了尿片給他們入啊，買了奶粉去餵他們啊，我心想他們人才來的嘛，不是這些東西都不懂的嘛，啱啱先都当佢废人咁先得噶，咩叫人才啫？原来佢连起居饮食都唔识照顾噶。哇！呢啲咁嘅人才真系好难揾，简直系天才。梗系，唔系即系我你讲开啲人才咧，咁啊，因为最即系其实
嚟紧星期五开始咧，咁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警队咧，投考警队嘅门槛咧又易咗啦。咁啊，即系已经唔限身高啊，唔限学历，你有志嘅咧都可以，即系有志投考警队嘅咧都可以去点讲咧？去投去点讲咧？都可以去投考啦，总之就你可以投考，将佢请唔咗另外一件事。唔系，即系你会见到而家真系好大剂嘅，就系佢哋一直唔承认警队唔够人噶嘛。但系事实上，即系我自己都听见有啲朋友退咗休嘅吓，咁、退咗休，咁有啲后生仔又唔肯做。咁啊大劑啦，咁所以佢哋就要盡快請到人去 replace 嗰啲職位空缺，因為真係你有冇諗過點解咧？點解會變成咁樣樣咯？即係我哋凡事都係要考慮個因噶嘛。你慢慢去處理個果冇意義嘅，我一路都係講緊呢個 point。你個因就係、嗱，好老實講，我以前有啲朋友喺警隊度做到高級退休。同埋我以前都有諗過考警隊，因為我知道佢哋嗰個 training 咧係好好，即係你入過去訓練之後咧，你個人係會有一種警覺心係強啲啊，即係或者你要去即係接觸人嗰陣時咧，你會警醒到咧，即係冇咁容易俾人呃到啊，即係冇被咁容易被欺騙嗰種啊，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一個人能夠即係以前嘅皇家香港警察嗰種嘅嗰一套嘅 training 咧，我覺得係好嘅，所以我都會鼓勵我屋企人去考嘅。以前，但係今時今日我唔會咯。即係如果我學到嘢嘅，我覺得 OK 啦。雖然翻工唔係話淨係純粹去學嘢，但係我覺得喺工作之餘，我亦都有個人成長嘅嘢嘅話咧，我覺得嗰份工係一份好工咯。即係如果我哋真係純粹揾一份工嚇，而且佢有佢個福利啊，薪酬福利又唔差，佢個待遇又咪幾好啊咁樣，而且亦都有嘢喺人生入邊可以歷練嘅，咁我覺得係一件好事。但係今時今日，我見到佢哋好老實講啊，你請咁多人翻嚟做乜啫？好多案件又破唔到喎。跟住啲人打交嗰啲咧，你要就勸人哋和解喎。即係好似有啲嘢佢哋盡量唔開花腦就唔好開啦咁樣，咁然之後咧有啲好嚴重嘅罪案咧，好似又冇事發生過咁樣喎。係啊，咁令人哋好沮喪嘅呢種感覺。即係你一個安全嘅城市，係以前啲人係會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安全嘅城市。今時今日咧，你啲人才落咗嚟之後咧，咁你又發覺咧就多咗小偷啦，又多咗啲民著啦，又多咗爆格啦，又多咗騙案啦，又多咗丐幫啦。咁以前啲警隊會掃蕩噶嘛呢啲人，咁今時今日好似冇嘢發生過咁咯，又拉唔到人嘅喎。咁啊點咧？跟住如果我去入到去，真係變咗散仔館咁樣，我去個散仔館嗰度，我唔會擁啲自己啲屋企人啊，或者啲親戚朋友嗰啲指責啦。就去學壞㗎，即係好似而家係翻咗去咧四五十年代嗰陣時，好仔唔當差嗰個年代咁樣。點解會有一句好仔唔當差？因為嗰陣時嘅警隊係散仔管啊嘛，人哋叫冇紀律啊嘛，冇規冇矩啊嘛。咁所以啲屋企人啲長輩係唔會容許自己啲子侄去做差人嘅，因為你只會學壞嘅啫，你唔會學好，因為你只會群住一班。嗱，以前咧，你可能群到班同事都係正常嘅嚇，可能啦嚇。咁啊，但你都有一半可能就會接觸到一啲黑道嘅人，咁亦都會漸漸變學壞嘅，亦都有嘅。嗰陣時個叫做正氣啲噶啦，有一段時間。咁而家連嗰段嗰啲正氣嗰班嗰堆都唔多覺嗰陣時咧，咁即係話咧，你無論喺同事之間啦，又或者即係。在你去追查那些，我心想你找些高矮肥瘦去，你被你查打回转头的。没问题啊，你脚短的为什么有这么长一长啫？你够得查跑吗？你够不够得查跑啫？跑两跑就甩了几条街。我心想没被人笑啦。大佬，以前皇家香港警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是人趋之若鹜来香港学习的。
包括美國的警察都有來跟香港的警察學習過的，有一段時間。嗯，今時今日發生什麼事啊？我心想一些優秀的東西你就將它打到變成七零八落咁，講真啦，你找一個日日好似死老豆咁嘅樣出嚟同我哋講嘢，我唔知佢做咩，好似辦喪事咁樣嘅，日日個死人樣，嚇、啊、又爭住爭喺支麥嗰度，即係我就心諗，做老頂嘅就唔好成日企出嚟啦，你一有個老頂講嘅就真係冇彎轉噶啦。我同意。係啊，我哋喺呢個商業世界入邊咧，永遠咧，即使係。嗱，唔好話商業世界嚇，我以前幫過我師做嘢嘅，即係做義工啊嚇。佢哋話，如果有啲嘢咧，我哋能夠揾居士出面咧，我哋就唔會正式出面，因為當我哋出咗面咧，就已經冇彎轉。係。所以咧，佢話第一步咧，佢一定係揾其他人去做一個防線先，然之後咧、即係如果真係搞唔掂嗰陣咧，層層咁樣推上去咧，有個好處咧就係、是。前面那個人講嗰啲啊唔算嘢，佢條僆嚟嘅啫咁樣。啊，我係主管級啊，啊主管級講嗰啲都唔算嘅，即係我真係老細嘅。咁人哋有彎轉啊嘛，依家唔係一嘢就懟個最高級嘅出嚟啦。咁跟住你咪冇彎轉，咪會俾人笑咯，唔係問題嘅喎。咁呢啲係大隻，我成日都講嘅，做咗公務員太耐嗰啲人咧，出到商業世界就會俾人炒魚噶嘛。因為成世人淨係做一粒螺絲嗰粒齒輪嘅啫嘛，齒輪以外嗰粒嘢咧，即係如果我哋用士不耐拆佢嗰啲嘢咧，如果攞個十字頭螺絲批咧，就拆唔喐噶啦。即係話咧，其實佢真係嗰粒負責係嗰粒士不耐嗰個螺絲嚟嘅，即係六個螺絲又好乜都好。即係其實就係佢哋就係咁樣嘅 training， 佢就係唔需要你識咁多嘢。嗯。咁而家你要拆散曬咁唔緊要，你咪搬上。如果國內嗰套得嘅，你咪搬落嚟咯，試下 work 唔 work 咯。嗯，咁而家你咪睇下香港呢排名咯。啊，哦、最近咧呢排名啊 ，OK 啊，我覺得你接受到咪得咯，係咪啊？冇問題嘅呢、這個世界，你接受到咪得咯。人接受唔到係咩啫？人接受唔到係咩啫？人接受唔到轉變啫嘛。嗯，轉變唔係問題嚟嘅喎，轉變有危有機啊嘛。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嗯，即系我自己觉得转咪转咯，变咪变咯，唔转唔变嘅就得人惊啦。你试下，如果你而家仲系十岁咁，你死唔死啊？我死啦，仲有你日日叫我默书，你叫我日日去背书，仲要留堂，你唔好预我啊！我唔会做啲留堂嘢咯。我常常做啲留堂嘢嘅，你默书唔合格，佢咪捉你留堂背书咯。你唔识背嘅咪佢请你起身叫你背，你背唔出，佢咪又逼你去背咯，你留堂喺度背咯。你。我心谂咩事啊，老师唔好意思啦，我咧就系、是、背嘢就系背唔到嘅人嚟嘅，即系嗰阵时我去嗰啲叫咩短期出家咁，哇！我啲同学几精进啊，哇！啲乜经啊、密经啊、乜咒啊、密咒咧，即系背完一样咧，佢叫你背一样，我连心经都背唔出啦，跟住啲人怒啤我啊，即系嗰啲师傅心谂。哇！你唔系博士生嚟嘅咩？你咩料啊？连心经你都唔识背，我背唔出啦，二百几个字我都捞乱晒啊！啲字序呢个就系我呢一 part 嘅低能啊嘛！你留我十日堂，我都系你留咗我天光，我都系背唔出噶啦！我放弃咗背书呢一个方法噶啦，喺我人生入边。嗯，你明知自己嗰样嘢唔 work 噶啦，你何苦要即系屡屡咁样去继续用一啲唔 work 嘅方法啫？嗱，呢个就系我哋人生啦，要变啊嘛！如果你唔 work 嘅，你咪唔 work 咯嗰一 part。你知道自己唔 work 啊嘛，即係知道嗰樣嘢唔 work 啊嘛。咁而家我哋咪試下嗰樣嘢 work 唔 work 咯。試咗如果唔 work 嘅，咪睇下佢哋變唔變咯。但係 work 嗰樣嘢，佢就唔持之以恆咁去做啊嘛。你試啲你哋唔試下嘅嘢，咪試咯。試下唔使死嘅，個天又未塌落嚟。嗯，對我嚟講，呢個世界乜嘢都可以嘅，真嘅，真係乜嘢都可以嘅。你唔好後悔咪得咯，唔係應該咁講，個世界最緊要係好玩。嗱，即係做人唔好玩就冇意思嘅咯。我個性格咧就係咁嘅，就唔理好唔好玩嘅，冇嘢好玩唔好玩嘅，因為好唔好玩都係我自己話嘅啫嘛。嗱，你好似你話你食榴蓮好好味，我話好難食，呢個就係每個人自己嘅心中有把秤，去稱自己每一樣嘢。因为每个人对于好玩啊、好食啊，或者唔好玩啊、唔好食啊、好惨啊或者好好啊，都系自己把秤去称嘅啫嘛。有啲人咧日日俾老公打嘅，日日俾老公揞嘅，佢都觉得好好嘅喎，个老公会锡佢嘅喎，佢要俾嘢扛啊嘛，大佬啊。
咁我唔係啊嘛，你試下吟我一句啊，我中你都似啊，你冇你吟完未啊？即係呢個就係咁。咁所以咧，我自己會覺得做一樣嘢冇問題嘅，做咗你唔好後悔，翻唔到轉頭，咁你諗清楚啲先咯。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咪去搞咯。即係佢而家呢個話咩翻大陸搞幾個咩 centre， 然之後咧就要擺幾個，肯定要擺堆人喺度啦，又肯定要租個地方啦，跟住又要寫一堆錢啦。系，咁然之後你最後咧就請班香港人啫嘛，係啦。咁你想乜？喂，大佬啊，你有工要，你一個人準備畢業就要去揾工噶啦。去揾工你使乜移船就冚啊？誒、哎，我想請你啊，你過嚟啦咁啊。我冇你冇嘢啊，香港大班人冇嘢做啦。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